傅开示过彩虹是菩萨的七彩光，师傅您也说过，看彩虹的时候再往里头看就能看见菩萨。请问师傅，如果我们平时看到彩虹后，是否对着彩虹跟菩萨祈求也可以呢？可以的呀，里边一定有菩萨的呀。嗯，彩虹里边一定有菩萨的，只有菩萨才会有这种七彩光，只是在自然界当中显现出来，让你只是看得好看。实际上彩虹就是七彩光谱呀。对，很厉害的。明白。嗯，很好看。嗯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